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霸王对陈慧的比赛啊！这个是一个三问的，看到右边的这个美猴王了吗？啊，那个是一个红色衣服的哈、啊，然后那些皮肤好像是金色的哈、啊，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红色的美猴王啊。这个红色美猴王倒是非常的怪异啊，他这个应该是又是三问的哈、啊，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应的事情啊，一些 bug， 哇，这次美猴王果然很强啊，直接把罗伯特给打晕了。他不动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是无敌的，你 AB 的话他是不会产生的哈。啊，直接刚死了，美猴王果然很强，他还会飞天呢啊，我们看一下右上角啊，飞到右上角去了，露出这个下半身啊，腾空驾雾啊，啊开始之后落地了啊，你看看，打一波啊，你看这一次呢霸王跑过去打他打不到啊，他是 AB 的 AB 之后应该是一个啊，你看又 AB 了，但上一次大猪也是这种姿态哈、啊，他 AB 之后呢是不动的哈、啊，就是那种 EX 模式的 AB 啊，你打不到他，你看这次只能抓哈、啊，打不到，很奇怪啊，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 bug 了吧哈、啊，霸王这次自己失误了啊 ，AB 身后直接啊捅死了，把老头，我去，霸王受不了啊，这一波得派包王的包二门来啊，曾经的包二门又飞天了啊，又飞天了，哎。这次隔了一下才落地啊，上天入地啊，这个美猴王漂亮，火上头震一波，往前冲，哎，下刀哇，又被杵了一下，好，而也一个抓到之后啊，再一个震，差点被捅死啊，看看霸王能否力挽狂澜啊，能否来一波反杀，毕竟是包二门啊，是吧？要打败这个。美猴王啊，再打败后面两个虾兵蟹将，小七弟再放刀，漂亮啊！晃一下，延迟抓，好正，再延迟啊，假装要抓，然后跳低，后跳低，让你猜不着我到底要攻上还是攻下啊，上路、中路、下路，让你猜，有反三的这个希望哦，现在满血了，两个气呢，过来头上佛，对手没跳哈、啊，好跳低，哎，别刚了。点一点，哎，神预判错，落地升龙差点啊，不升龙的话就是蓝之山了，哎，哇，只能取消了哈，哎，又是一个神预判，好踩一波，再踩，哎，可以，一个下跪中了哈，本山有希望啊，三个气呢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哎，好，能量闪，小尖角，本山不远了。这一下跑不掉了，反三了啊！一个蓝之山，帅气啊！好的哈，大家喜欢的点点关注啊，关注秋秋不易走丢。